在两千年的时候啊，杜成帮着当时这个周斌、周公子，也是帮着刘汉、刘维这哥俩，到那个广州的汕尾去摆平一件当地的社会事儿。没曾想，杜成撂到那儿了，包括周斌，包括当时加代，包括当时刘汉、刘维他们，直接让人撵到哪儿，撵到市总公司里边，一顿胖逼揍。那你看这件事儿还得从哪儿说起来？这不是大家伙玩儿挺好嘛？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北京待着。 赶这么一天儿啊、呃，天晴万空的，这没啥事儿，搁这个院里边晒洋洋，啊、呃，懒洋洋的，谁也不吱声，院里边挺静的。哎，就在这个时候，谁电话就响了呢？当时刘维的电话就响了。刘维拿着电话，这一起身一瞅，哎呀妈呀，说谁给他打电话？一个叫三虎的，也四川那边一个哥们儿，跟刘汉、刘维的关系吧，相当的不错了，一口一个大哥叫着。这不，刘维这一打电话叭就接了吗？直接就问了，说那个三虎啊。 怎么呢？想大哥了？出去出门在外边做买卖挺长时间了，在汕尾那边怎么样？你看这边，当时这个三虎在哪儿？在当时医院走廊里边拿着电话说：“那个大哥，说那个威哥，我在汕尾那边出事儿了，我二哥二虎在那个沙场那边让人把腿给打折了，哥，我是实在没招了，搁那边逼的逼迫屌散的，而且欺负咱不是一次两次了，哥，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我啥意思呢，哥？你要是觉得这边你要是可以的情况下，你在四川那边给我找点人儿，那找点狠是点人过来，大哥你帮我一把，咱把这个小子叫小兵走小兵的，咱给他干了，欺负咱们欺负到头顶上了，打我哥我是眼睁睁看的，咱一点反掐的余地都没有。那你看当时他们关系好啊，这边当时刘维这一听，当时眼睛这一立。说那个三虎啊，老二咋的腿让人干折了？嗯呐，哥让人干折了。 说哥，你这边啥时候能过来？你这么的，我明天张罗张罗，我回趟这个四川，反正事已经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等我到四川这边纠集点哥们，我就到那个汕尾，我找你去，咱直接就干他，崩他！刘伟往那边说的话，那你看电话这一挂了。刘伟可是好干的。刘汉这一听说咋的了？哥说那个老二二虎说那个跟三虎老三他们几个在那个汕尾那边做沙场，让当地人给欺负了，给我打电话说老二那腿让人给干折了，我必须得去一趟。 那咱关系那是一把连儿，那是咱兄弟咱要是这个节骨眼，咱要是看着不管话，咱还长良心没有？说哥，说这边我必须得去。往这边一瞅，刘汉讲完了，这么的吧，赶下午这边飞机有的话，你就赶紧回四川一趟。就在哥俩搁这交谈之际，这边谁呀、啊？杜成就听见了，人家周斌都没说啥，因为摆这事儿吧，周斌不善于说啊，给你找个人啥的。大夫，广州那边关系网能不是很大，杜成往这一起人，你干啥去？这边刘维一听说，大哥。 说，我有个老弟儿，搁那个汕尾那边出点事儿，我就过去看看去。你别去啊，咋的？上那个四川，我听说要干仗，找人啊啊！说那边欺负人啊，那你还去上那干啥、啊、呀？上四川找人啊？这咱这边四九城这边不是现成的吗？什么嘉代，你代哥搁这儿呢，包括咱们这一帮人都搁这儿呢。再说了，广东那边咱们好使，咱们硬啊啊！咱到那边玩什么，他都玩不过咱们呀。你是玩白、玩黑、玩哪方面，咱不得说比他要牛逼啊。你这么的。 你求我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带人帮你去干他。刘维这一听，周斌讲完说这么的赌场，说咱搁那个厦门那边刚整完事儿，咱回北京这边消停消停。说这个那谁说刘维这小子吧，他能整，要不然我就帮他摆这个事儿了，让他自己去整就行。那不行，咱是哥们儿，什么时候能体现出哥们儿感情好不好？就在关键时刻，就在这个时刻。 如果说这个节骨眼我就看见他这边明明直接能帮一把，咱不帮话，那咱狗屁哥们儿咱还谈什么哥们儿？咱以后就别鸡巴交了。你这么的，你大哥周斌不管你，我管你不就完事儿了吗？正好，哎，交代，你还瞅啥呢？研究研究买飞机票，走上广州，上汕尾，我去看看去，拿棒子晃他，到那边我就跟你谈，我最擅长的就这方面。 家代讲话，你消停的吧，大哥。搁那个咋的，厦门那边你挨揍没够啊？你这回又跑汕尾那边，汕尾那边挺邪乎，不是一般人能整得了的。你别跟我说那些话，你整那些话好像我鸡巴嘚瑟。那在广州这边，我跟你说，周斌，你别听家代的。玩那个那啥，咱们那个有关系，谁呢？叶老三、三哥哥，还有当时那边的王军军军哥，还有徐老五五哥。哎呀，还有当时家代这边那个谁，王军军哥。那搁这边还有陶亮呢，哪个人提出来不不得干他？反正社会咋有人啊？尽力。 铁力一起事老黑老黑一起事加代这不都是人吗？包括这个宋鹏飞搁那边人，咱就是吹牛逼多了不掉，千八百人说干过去就干过去，他能跟咱们干吗？他干得过咱们吗？你上四川你能找几个人？我咱在这边去，咱到那边一亮身份，当时就嘚瑟，里外大嘴巴就扇他。那你看，杜成是好心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那你看杜成听说这事儿就要起力起为加代也知道摁不住了，这个节骨眼咱还咋摁他了？大哥讲完，这么的吧。 你要是说往那么去，我就给左帅打个电话，让左帅这边严严带点人过去。要不然汕尾那地方，讲讲话，吧，咱去过，咱不是没去过。搁汕尾那边，咱吃亏，咱不是说好整的一个地方。戴哥是明白那边的格局的，杜成是不管什么格局，反正仗着身份，仗着人，我就整你。那你看这边一说，当时刘汉这一瞅周，周斌斌哥讲话。杜成既然说出这个头，那成哥认这人人际关系大，借这机会呢，咱也认认识，到广州咱溜达溜达，跟三哥啥的咱也坐一坐，是不是？ 说这么的，那就跟成哥去呗。这边一说，直接让陶强这边买了机票。大家伙呢，第二天直接就可到哪？可到广州。到广州，周斌就拽着杜成说：“那意思，咱们找三哥去看看三哥，咱回头再办事儿也来得及。”杜成讲：“话，找金毛三哥呀！啊，先办事儿，办完事儿回头我再给你介绍呗。”斌子就不干，俩人就搁犟犟犟犟咕咕的。大家再讲话，说这么的吧，先办事儿吧。把事办完了，要不然就直接找三哥办也行。杜成俩就不找他，找他干啥呀？ 一个社会人抢抢沙场，能这多大能耐，多大的社会多断呢、啊？咱到这边肯定是能行，好使。搁这边一说，家代也控制不住直接给左打帅打电话说摔了。左帅一听，哎哥，说那个准备准备吧，跟我去上上哪儿呢？上那个哪一趟？啊，上那个说那个哪块呢？说汕尾那边一趟。说汕尾那边应该是跟杜城出了点事儿，这里边人不是很多，瞅这架势，杜城也不打算找人，那咱就跟他一起过去吧。 这不，杜成搁那边歇了一宿，金立酒店那边嘛。第二天，夹带杜成他们虎结虎了的，直接就磕到哪？磕到当时汕尾。等车顶到汕尾这边时候，到医院里边一看见当时三虎，三虎眼珠都通一瞅刘维来了，赶紧过来，哥过来了啊！一瞅后边带着人，哥呀、啊，你瞅咱哥给让他给打的。刘维进屋里边一看，二虎确实打的鼻破脸散的，面目全非的，腿干折了。当时刘维那狠劲上来了，就必须得弄没几个，不弄没几个肯定是不行。 这边杜成一瞅，我操，确实打得挺鸡巴赖劲。搁这边一吵，是这么的。昨天上话，说那怎么呢？那个叫鸡巴、那个、什么？周小斌呢？他搁哪儿呢？哥，他就搁沙场那边。搁沙场那边，这是怎么是联系他呀，还是什么意思？哥，那个他说了，他要不服话，咱就联系他，这找他也行。说我不知道咱们啥意思，是打偷袭呀、啊，还是说正面刚啊，还是说跟他谈，还是怎么的？哥，我不知道你啥意思，不是我啥意思啊。杜成一过来。刘伟啊，你别插话啊。 那个你是叫三虎对吧？啊，对，我是叫三虎。那个这叫成哥，哎，成哥你好。说那个这次来呢是成哥，那个我找大哥啊，包括斌哥，哎，斌哥看见了，说这个还有一个宝哥，哎，宝哥说咱们这边呢是找大哥来给你摆事儿的。然后呢你听成哥的，成哥说咋办咱就咋办。不成一吵，你这么的啊，你那个不用说那啥，你给他打电话，你告诉他咱那边那啥想跟他见个面，想谈谈这个事儿，包括沙长这不也没谈明白吗？没谈明白，为啥欺负你啊？ 就仗着咱们沙场上的出沙，包括咱们的面积挺大，他们就一瞅咱们这边挣钱就不让咱们挣了，又鸡巴欺负人啊！打电话，那、啊、跟他沟通，你告诉他，咱就现在就找他去。哥，咱是直接去啊？啊，那怎么了？还等过完初一十五、啊、再去找他？啊，那行哥、啊，那我打电话。这么一个电话，直接给三虎就走过来了。三虎搁那个屋里边沙场这边那个办公楼就接了一操，三虎啊，哎兄弟，什么意思啊？说那个大哥。 这么回事儿，说那个，我想跟你聊聊我大哥挨打的事儿，再聊聊咱们沙场的事儿，咱必须得有我了结，对不对，兄弟？我劝你啊，你要是想从汕尾消消停停走出去啊、哦，我没有赶尽杀绝，你就赶紧带着你哥走就完事儿了。这地方不容得你们外地人搁这边撒野。如果你要是觉得你行的情况下，那也行，哥们儿，你可以来，但是我不保证你能从这个沙场走出去了啊、哦，我不会心慈手软。搁这边说着，那我得见一面，行。 你来吧，啊，往好了谈，咱就咋的都好说。要不往好谈，哥们儿你自己掂量掂量。那、啊、往那边说完，挂完电话，三不讲话。三哥，陈刚，他搁沙场呢。他咋说的？他说咱到那边要是好好说，心平气和说的话，说人家这边说那意思，让咱们走出沙场，走出这边这个汕尾。要是到那边要不好好的，要对，要是说起刺儿的情况下，人家这边就不给面子了，要整很大的一个事儿，说要给咱们留到沙沙场，留到这个汕尾，啊，吹牛逼。 想留我杜城人多了去了，哪个留住我了？我看看他有多大能耐，长三头六臂了？即使长了，我都砍他。走，上了咱找他，看他啥意思？这不杜城领了这帮小子吗？幺就幺七数八的宽，哐哐的就往沙场来。那顶到沙场院里边，车一辆接着一辆。沙场这边的兄弟就看见了一瞅，哎呦，我操！来这么多人，人本来汕尾这边的吧？那个潮汕帮这块就挺团结的，在当地这边，你就不一定占到啥啥好处。兄弟一过来，七八个人，小一瞅，说干啥的？ 三五瞅嘛瞅嘛，说哥们儿，跟那谁跟那个小兵已经打完电话了，说跟他见一面。他说搁办公楼这边办公室等我啊。来这么多人啊，瞅一眼，上去吧，这不就往上上吗？这七八人瞅不着，拿点家伙事跟跟着点盯着点这不就也跟着他们尾随其后了吗？直接就往办公室来，到办公室这边啪啪敲的门，里边哥们一开，三五他们一帮人站在外边瞅嘛瞅嘛，进来吧，往屋里边这一进，当时三五往旁边一站。 这边当时走小兵看见了，人来的不老少。走小兵一瞅，这不是谈呢，瞅这架势，走小兵没害怕，而且瞅一个虎视眈眈的，直到一瞅就能射会人。周小兵讲，谁不是社会啊？搁沙发这边坐着。杜成瞅一眼，你走小兵啊？周小兵一点头。啊，我走小兵，你谁呀、啊？我三虎大哥，我叫杜成。啊。我过来能跟你聊一聊，怎么的，哥们，在你这干点活什么意思？欺行霸市啊？啊，咱的沙场，你说抢就给抢了？ 你咋那么霸道呢？我咋么这么霸道呢？我当地人啊，那、啊、那个吃点福利不正常的吗？啊，行，那那个医院躺那二虎这事儿咋说呀？二虎二虎八虎的搁医院躺着了，没整死他，已经给他添大面子了。哥们儿，你到这儿来，你跟我这么唠嗑什么意思？你要替他们强出头吧，兄弟？我不知道你是干啥的，瞅你上上下下这两下子。 也不像是什么社会，我劝你呢，潮汕的事儿你轻点嘚瑟，听明白了吗？如果搁这里边嘚大劲儿的话，哥们儿，我说不好听的，有可能你不相信，我容易把你留到这儿。哎，杜成讲话，你这么硬啊，搁这边这么牛逼啊，说摁我就摁我呀？那你说呢？我这人嘛，不说那个大话，我说吐口吐沫都是钉。哦，陈哥讲话，那他妈我要搁这揍你怎么办呢？<laughs> 哈，周小兵这一起身，直接着走到都杜强对面。哥们儿，你别说打我，你碰我一根汗毛，这个院你都住不进，你信吗？我不相信，你不相信，那你碰我一下试试。杜强，我碰你干哈呀？哥们儿，咱到你是来聊聊天，是谈这个事儿的。我是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那那你说我能动你吗？对，兄弟，理智点还是比较好的。对，扑通就一下子。 杜成就玩那个偷下手，他讲话正面干我，怕我干不过他，哐一拳头直接怼谁？怼周小兵脸上了。包括这帮兄弟都没寻思这小子能动手，而且瞅一个不像能动手的人动手了。那你想想，这帮人刚要反应过来说，说夹带一手，干他了，直接就把家伙事掏出来了。所有人把家伙事一掏，啪啪啪，把屋里边七八个、十来个人，哐哐全都去到这了，顶脑瓜子。你这叫什么概念？别动他，谁敢动他一下，今天就崩你。杜成他们。 夹带他们，左帅他们，刘维他们，三五他们都有仇，你说能不帮你吗？谁敢动他？陈哥讲话，这回知道了吗？周小兵眼睛这一眯了，行，哥们，你挺猛，该说不说，你挺牛逼，牛逼呀、啊！这可是这只是刚刚开始，哐当又一拳呢，能又给谁？又给当时周小兵走到这儿了。那你看，周小兵在自己的一亩方地，让杜成就给哈到这儿了，而且里外大摆拳，哐哐的，直接就打周小兵，连手都还不过来。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 怎么的呢？人家外边这帮小子可是没受到你控制、啊，提了家伙事就往那来。这边带个讲，话的，马三出去给我拦住。马三一出来，拿家伙事刚要拦的时候，人家这帮小子可不管那些什么事儿，直接抬枪哐哐就往门门门檐那边就给你崩上了。给三哥直接崩进屋里边。三哥当时我操，说屋里边有人他，他他妈的敢这么帮。周小兵当时就乐了，你当这是哪儿呢？啊，你当这是你家呀？你当这是潮汕那什么地方啊？想来就来想做做，想走走。 我外边这帮哥们能让吗？杜成一瞅，你跟我装犊子呢，我就不相信我蹦不过你们，蹦他吗？那你看人家这帮直接就给你圈住了，露头就干你，露头就干你，直接一点还手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人越聚越多，就在这个时候，加代讲话，咱这么下去肯定不是，肯定是不行，也不是个办法，咱得想办法带着杜成冲出去。你看加代接下来会怎么做？这边走小兵会不会放过加代他们这一行人？杜成包括杜成这帮大哥，那你下集哥给志明点个关注。 留个那啥，呃，评论啊，预知下集如何？咱们继续，继续精彩啊！